是不是现在看到中度风台嘛？我的强度在过去几点钟一直在减弱，移动的速度是个真慢。中心目前是在鹅銮鼻东方的海面上，往北西弯，往北北东移动。气象局继续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今仔北部、东部的这方面雨水较侪，台南一带地区风是真大，东部的海面上风真大，海涌嘛是个真大。大雨一阵一阵，还有强阵风。台东南势绿岛平均风力甲阵风达到标准32，停班停课。花莲滨海前一天也出现6公尺高的长影，其中花莲石梯坪鱼港因为港水向东平，若到长影就大量的海水进入。这两天也在鱼港内底造成亲像海水倒灌的景象。渔民透早搁登鱼港边加强防台。用浪强的话呢，我们港里面哦，不是港了，跟河流一样。哦，那这个可以看到我们的缆绳哦，基本上都是一寸半或者是两寸的缆绳，才有办法承受住。宜兰市区透早也落大雨，部分地区地面一米半就出现积水状况，机车骑士也只好暂停路边观察路况，才阁行。气象局继续发布马瓦洪台海上洪台警报。两天以来，宜兰县大东乡的翠峰河累计雨量已经超过260毫米，台中市和平落雨量也超过188毫米。气象局提醒，31东半部雨势会相当厉害，尤其宜兰县山区爱夹洪大水河。气象局分析，马瓦过去两天速度加慢，目前中心依然在台湾东南方的海面，强度小可减弱，部分款有机会在31暗时慢慢离开东半部的海域。目前台风预计在今天会缓慢的沿着台湾的东方外海北上，那大概到明天的下半天逐渐往东转远离，我们就有机会它的暴风圈是离开我们海上警戒的范围。那目前预测的时间最快可能是在今天的晚间到明天的上午这段时间。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气象局也发布强风特报。南势有10到11级的强阵风，台南以北到苗栗沿海空旷地区，也有偏河绿岛有9到10级的强阵风。民众要注意，是不是落手倒去怪物件落来，经过高架桥的车也要加注意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